起 C Wagon 在文雅国小带起的风潮，听说之后呢，全校几乎公快要会唱了哈。那今年呢，带来了听说也是现在很夯的歌曲啊，叫做《刚好遇见你》，是不是啊，凯庸？好，好，来，掌声欢迎凯庸，《刚好遇见你》。哇，当然老师忍不住都要高歌一曲了哈，但是我看到。